欢迎回来，上一集我们搭缆车到了巴拿山上，直接呢先去看了大手的黄金桥。结束了黄金桥的行程，我们回到法国村的本体，要带大家来看看法国村到底像不像真正的欧洲呢？从黄金桥回来呢，我们要经过这个城门才可以进城。然后在法国村的中央广场呢，有一个黄金的球，上面写着 Sun World， 很像环球影城吧？我印象中它其实是蓝色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变成金色。你再说一次，那个是什么？海战村。那个是什么？海战村。逛完大手，找个角落喝白咖啡，根本就都是冰块。都是冰块。哇！这是糖浆哎、真的超级爆甜哎、不过蛮好喝的，我觉得我明天可能就会习惯这个甜度了，糟糕。喝完我们的下午茶休息够了之后，也差不多到可以进房的时间。我们住的呢就是这一栋叫做巴黎，这是我们的房间，这里有个楼梯，这里是往楼上的，楼上就是往床的地方。怎么了？门没关好。这是 mini bar， mini bar 没有灯嘛？冰箱，这是我们客厅。然后窗外会看到的是，这边还没盖好，搞什么啊？傻眼，好了，这样就蛮巴黎的感觉。去楼上看看。你去看窗外，真的很像巴黎，最像巴黎的角落。哦，浴室也在上面。我的床是 king size，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衣柜，看起来是干湿，也是厕所。洗脸台。这里还有一个电视，这里可以往下看。这是暖炉吗？这是暖炉吗？怕你撞头，这里有个 caution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房间，桌上有一整盘的饮冰水果，分量蛮多的耶，都切好了，好像必须要吃一下。做得好 man 哦。就水果，刚刚偷睡了一个小时，现在我们要去吃晚餐。晚餐吃什么呢？吃什么？烤肉、河粉。好，我们要出去看看有什么再决定。因为我们今天一直被那个路上的香味迷惑，所以我们来去选个肥。这间饭店的那个电梯间也是依照他们想要的那个法国的感觉，因为它每一个不同的 building 是分法国的地区嘛。我刚刚看到有马赛啊、里昂啊。然后尼斯什么的，巴黎，然后波尔多什么什么的，然后这里我们住的是巴黎。这个电梯的按钮啊，
说实话，很容易找不到吧。虽然这边是仿造法国感建造，还是没有那么像。因为快要天黑，所以外面的建筑呢，也都渐渐的开始点上灯。我觉得点上灯之后，美丽的程度增加蛮多的。Okay. So that is all the tea you have right now. Is this all the tea you have right now? Yeah. Okay. Can I have a peppermint? 这个太美了。这个好渐层哦，天哪，拍起来真的没有眼睛看的美。这间餐厅口味还 OK， 不过因为在巴拿山上呢，价格高了点。有星星哎，但是什么都拍不到。吃完饭我们要来散散步，这边晚上我觉得比白天更美，就是非常有欧洲的感觉。然后因为这上面气温蛮低的，所以那个凉凉的风吹过来，我觉得真的一瞬间会以为自己在欧洲耶。说实话，晚上让我有一点改观，因为白天来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说根本就不像欧洲啊，就是很像游乐园，假假的感觉。有发现吗？我们逛到了波尔多饭店。这里很美，这里真的有欧欸。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，落单的天使。而且它这边每一栋建筑，它旁边都有楼梯，就让你上上下下的，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不同的高度看那个建筑的层次感，真的很美。我小看你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现在往上走。啊，这就是一个超梦幻阳台啊！谁不想要家里有这样子的露台？面对这样子的街景呢？是这个吗？这个可爱吗？
以为刚刚那里往下走就会回到我们的饭店呢，可是好像不是，我们到了一个好陌生的地方。这里还蛮大的耶，我已经有点迷失方向了。这里有指标。有没有觉得这个场景很熟悉？没错，法国村白天跟晚上呢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个呢？带你们看看晴天的法国村吧。白天跟晚上你们喜欢哪一个呢？留言告诉我。逛完之后我们就准备回饭店拿行李下山咯。好想唱那个 The whole new world. Would you use something in minibar? I took a soda which I think is free and two bottles of water. Mm-hmm.Okay, and I see you have a deposit of 1 million by credit card, right? Okay, I'll vote for you now. 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我们被收了100万的定金，但其实算成台币呢，大概也就才1300块左右。好快哦！哦，这个加速有点紧张，对，有点刺激耶。下山也是要搭缆车，我们刚刚 check out 完之后，饭店的人会帮我们把行李拿上来，然后我们就要再搭25分钟的缆车下山。我觉得这上面还蛮适合，就是带爸妈来，或者是你可能想要去欧洲，可是成本又太高，就蛮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。因为其实白天一到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说这一点也不像啊，就是看起来就像游乐园。可是晚上就是太阳下山，然后那个建筑的灯点起来，然后因为上面会蛮冷的，再加上路上没有什么人，就整个加起来真的蛮像欧洲的。因为那个比较暗处朦胧美，就是真的很有欧洲的感觉。还有我就是昨天也小小的想念了一下欧洲。好啦，那这一集就先到这儿。拜托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请订阅，就是我会尽量的出去玩给大家看。我们下周再见啦，拜拜。在缆车上面啊，如果会晕车的人，尽量不要滑手机。我现在有点想吐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有一点晕而已。